离开香港已经17年了，这里的蓝天白云，这里的海岸线，还有我们战鹰翱翔的身影，总让我难忘。从内地越过关闸到香港，汽车开始转为左行道行驶。尽管这条路已经17年没走了，但关于他的记忆，李国喜是那样的印象深刻。当年我们进港的时候，地面部队就是从这儿进去的。我们航空兵团呢，有地面部队，有空中进去的。空中进去的是我们有6架飞机在空中编队进去的。1997年7月1日，李国喜驾驶国产直升机神圣进驻香港。这是人民军队空军直升机第一次降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土地上。作为驻香港部队某航空兵团进港的第一任团长，李国喜是6架直升机编队的长机机长。20年过去，李国喜已进入花甲之年，但在驻香港部队工作的每一天都恍若昨天。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谢谢。老团长好，欢迎老团长回家。谢谢。哎，你好，哎，你好，你好，谢谢你们啊。回到团里的这天下午，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老团长李国喜特意来到机场跑道旁。当时我们第一架飞机就落在全面贯彻一国两制伟大方针那个位置上，后边的6架飞机落地，我就在这个最前面那一架。当年降落的地点显得是那样的宁静，然而20年前，同样的大雨滂沱，这里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这张照片记录下了李国喜当时驾驶直升机着陆的历史瞬间，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起飞前他却承受着巨大压力。那天雨特别大，雨水这个下的简直都是瓢泼大雨一样的，正好这个石岗机场就像这种雷声啊，整个这个地方就不断。雷雨天气不仅能见度差，会干扰飞行员的视线和操作，对直升机的性能也是巨大考验。你就想，这个万一要是有点事儿，这个国人都在关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是要确保安全，万无一失才行啊。在那种天气条件下，抓着当时的那种天气的间隙啊，因为是滂沱大雨啊，来进驻香港，那样的胆识，那样的经历，那样的一份浓厚的荣誉。事实上，恶劣的天气在这里并不少见。由于香港地处我国南海沿岸，受亚热带气候的影响，每年的夏秋季节，雷雨天会不断。7月到9月更是台风肆虐。现在你们 FLAP 降训练能占你们全年的飞行时间的这个10%吗？队长，10%。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一年的 FLAP 降训练，来重新评定你的这个技术水平的。对，这个好。于廷福，空军飞行27年，
老团长李国喜进岗前，他就已经是这个团的飞行员。怀着对驻香港部队的热爱，于廷甫两次进岗，他的职务也从当年的副连职到如今的副师职。作为目前该团进驻香港时间最长的飞行员之一，对于复杂气象飞行训练，他有着深切体会。又有下雨，农间都又差，云底高又低，这个都有遇见过。这是老团长李国喜来到香港前几天飞行员日常训练的画面。尽管雨看起来比较大，但是训练却照常进行。飞行员的锻炼呢，都是为了最后达到全天候飞行能力，在这也是为了达到这个水平。按照我们的任务，防卫作战的任务，我们也必须要达到这种水平。不仅仅是全天候飞行，夜航、远海搜救、消防吊筒等一些高难度飞行科目，如今都已经成了这个航空兵团训练的常态。那么飞行员这么飞的背后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这天，飞行员训练的是高难度的特技飞行。这种飞机呢，确实很先进，而且呢，这个各种装备呢又比较好。作为我这个一个老空军战士来说，确确实实还是很有点这个想飞行的这种冲动。可惜呢，咱们已经退休了，将来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战鹰在侧飞，在盘旋，在上升，这一刻我仿佛又感受到了它展翅的力量。特技飞行对直升机的性能和飞行员的技术是双重考验，但这样的科目飞行员们需要经常练习。在于我们在作战中的具体运用，你比如说躲避一些地面的炮火、火箭、导弹的打击，然后呢，利用我们的一些战术动作，来达到我们这个战术的目的。除了这种灵活的战术防守动作外，这个型号直升机的攻击能力同样不可忽视。从接装它的途中，飞行员就实现了实弹打靶，形成了战斗力。而在2013年，他们更是在香港岛内完成了首次打靶任务。近年来，飞行员参加的海上实弹打靶、湘江卫士等演习中，也都精准命中了目标。在训练方面，由于装备的改变，他们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感觉他们最大的变化呢，就是重难重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一种训练。过去20年，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策的宗旨就是，要维护国家的这个主权、安全、发展的利益，维护香港的长期的繁荣稳定。所以驻港部队在一个比较没有很多人感觉到他的这工作的情况下，其实做了很大的贡献。
出京港时，我就经常来这里和海军交流核练的事情。听说现在海空联演，海军变化比较大，我很期待。这张照片呢，也是我们当年进港以后阅兵的时候一张照片。当年我就在这个位置上照的。李国喜拿的这张照片拍摄于驻香港部队进港后的1998年。如今同样的地点，除了岁月已把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飞行团长带入花甲外，身后的舰艇装备也悄然发生着变化。771当年是我们进港第一个靠近这个码头的，号称香港第一栏啊，我对这艇也很熟悉。照片中的771艇又称顺德艇，是当年进驻香港后海空核练的主战装备。如今它静静停靠在当年的港池内。在20年护卫香港的岁月里，顺德艇曾写下一个又一个的华彩乐章。12年我带着顺德艇呢参加演习任务呢，当时那个两枚导弹齐射，这个画面呢是确实非常震撼，至今在我这个脑海里还是历历在目。再次来到771顺德艇，老团长依旧被他的威武雄姿所感动，而进驻香港20载，参加海空联演的装备已有了沧桑巨变。香港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航道，每天大型货轮和船舶在这里川流不息。面对随时出现的复杂情况，驻香港部队某舰艇大队维护这片海域稳定与繁荣的责任与压力也越来越大。列装的轻型导弹护卫舰596惠州舰可以担负巡逻警戒护航，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执行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596舰呢是海军新型护卫舰，列装驻港部队的首舰，它的作战能力、它的吨位、它的长度，包括它的续航力，比那个都有些跨越性的发展。不管是对空、对海、对水下，以及电磁防护这一块，它是全方位的一个综合打击能力。从艇到舰，让李国喜更感兴趣的是596舰特有的直升机机降平台。每年都会和我们的航空兵进行大量的这种舰机协同训练，在这里飞机起降，然后从这里执行任务，包括海空的搜救联合训练等等，在这里都是可以实现的。以前导护艇呢是没办法跟直升机只能是跟它进行联合搜救一下，这现在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协同训练，你们能可以经过了。和我们进港初期简单的海空核练相比，现在的海空巡逻内容更丰富了，从艇到舰，舰艇大队的战斗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驻港部队是全军陆海空编成的唯一的一支部队，这么多年来特别重视三军之间的联合，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发挥了各军种的作用，充分展示了驻港部队三军一体联合作战的巨大威力。转入紧急机码的部署，转入紧急机码的部署。这一天，这个舰艇大队的轻型护卫舰和驻香港部队某航空兵团的直升机正各自从所在营区出发，
李国喜期待已久的海空联合巡逻任务开始了。空军直升机跟我们水面舰艇进行配合，主要是对我们香港空域和海域的所有的目标进行例行性的查证跟搜寻，如果发现有可疑目标，我们将进一步对它进行取证查证。此时位于维多利亚港金紫荆广场边，李国喜正等待着海空巡逻编队的到来。感觉飞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马上就到我们这个上空了。这条航线是我们经常要飞的。当威武的驻香港部队海军战舰和空军直升机联合编队的那一刻，很少有人知道，这强大气场的背后，官兵们正经历着这一天最繁忙也最紧张的时刻。注意那个高速艇可能要朝我编队。作业船左舷十二度，距离八列，盲速五节。维多利亚港位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港阔水深，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这里往来的各种船舶十分众多，而驶离维多利亚港进入海峡，进入深水航道，进出港的远洋货轮陡然增加，更是让巡逻途中充满着各种危险。报告，舰首进港及远洋货轮，距离25列，航速10节。航向东八洞，航向东八洞，左舷100度。一艘巨型万吨货轮正冲着军舰的垂直方向驶过来。进港货船，左舷36度，向右运动。向左边。明白。东半洞。东半洞。由于及时进行预判，官兵们化险为夷。然而，这样的情况对于长期巡逻的他们来说司空见惯。一般的像比他小的船他都不大让的，因为他要停下车，他第一个是从那经济考虑，他停车或者减速或者是转向对他的耗油量很大，并且他这个操纵性能难度很大，在这个航道里面我们也主动要边上他。正是这种主动谦让的举动，以及驻香港部队海空尖兵守护这片海域的不凡实力，20年来，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得到了更加牢固的保障。我们驻守在香港，就是有责任、有能力把这个香港这片海域空域，包括香港这片热土要守护好，这是我们的使命所在，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很自豪、很幸福，也很荣耀。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设成为一支。这个忠诚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亲民之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香港一国两制这个条件下，才能够立得住脚。20年前，执行巡航任务时，老团长李国喜没有机会站在繁华的维多利亚港，抬头看一看战友们驾驶战鹰守卫香港。20年过去。当威武的驻香港部队海空巡逻队伍经过这里时，有谁能理解一个老飞行员庄严神圣的军礼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啊！人家的没取得的一点进步，我们都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默默地对他们进行祝福，希望他们搞得更好。老团长，今天给你看一个东西，看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哦，这个东西印象太深刻了。这是1996年8月1日，李国喜和全团官兵进驻香港前签名留下的铮铮誓言。尘封2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誓言背后的无穷力量。我们的誓言。经受考验，不辱使命，
争创一流，奋武扬威，敬业奉献，义无反顾，效忠祖国，坚贞不渝。回到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从无数个细微之处，李国喜切身感受到了这支威武文明之师战斗力的巨大提升。但更让他刻骨铭心的是，这支部队在20年时间里始终不变的初心，那就是对锻造一支海空坚兵的坚定信念。他们深深懂得，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信赖。而组成海空坚兵这一雄壮方阵的，是一个个对香港这片土地倾注着满腔深情的普通官兵，他们默默无闻，却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力量。